住宅周报的读者大家好，我是陆继明，今天是7月5号星期三，为你做市场报告。首先是来人成交方面，整个6月跟5月相比，来人成交明显的下滑。分区来看，新竹市来人少了175组，成交少了21组，竹北市来人少了250组，成交少了24组。我们研判这是因为5月有表现亮眼的国泰和以及嘉泰四季城的新案效应，再加上6月强势推案比较少，以及连日大雨的影响，影响了来人成交的表现。接下来是个案表现方面，新竹老爷商圈大园科院近期传出成交的好消息。大园科院基地坐落新竹市安康社区，紧邻新竹科学园区，由于近期官埔商圈周边几乎没有全新的电梯透天案，因此它是属于稀有性的产品。竹北水岸大观自若近期表现强劲，传出一周卖出3户的好消息，而且3户的总金额达到 1.5 亿的高标，是近期表现亮眼的大坪数产品。竹北县三国宾大悦销售速度加快，最近3个月总销售户数超过100户，是近期竹北小坪数市场里面的亮眼表现。再来是新案快讯方面，新竹南寮旭盛建设的传家透天新案即将登场。本案基地坐落在港北六街跟西滨公路口，是一个全新的预售透天社区，售价约在800多万左右。南寮之后还有宝嘉建设和新联城建设的全新预售大楼案，同样是诉求低总价的产品，驻收将为你持续追踪。最后是从化区快讯，竹北养的从化区将会越来越热闹。目前本区已有本家建设的本家清透天案，今后还会有金旺宏跟大块建设的全新预售透天案。对在竹北生活圈想要购买透天的消费者而言，这是一个好消息。以上是驻州本周的市场报告，我们下周三见。